对吧？没道理的，我说实话。他们活不长了。这不太可能，我只能说跟你说不太可能。真是可怜。无处可藏，随时骗他 Q， 只要能骗掉我们就追他。放个眼，放你二级是可以抓人的。 Q A 触发 W， 触发枪尾 A 一下 A 一下，还要死啊！第一套消耗，第二套斩杀 ，Q 闪 A，W 走位阶段直接秒掉。出手要快，下手要狠，向位猛冲，怎么 counter 怎么来，好跑打兄弟们，能打这兄弟把666用在公屏上，干嘛啊？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对啊，你们看直播间啊，咱们十把对局八把劣势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是你们发的号都是很难的啊，不难也不会找我打关键。啊，主播能行的你也行啊！大师局谈笑风生兼乱杀，一个符文让你轻松对线。不要妨碍我！但是我们没有双招，没有大招就不要打了。去睡觉，去睡觉。他是不是以这猫是不是以为我在跟他说呀，哥？我在教学呢，要不你来教？哎，你翻垃圾桶啊！出手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W A 他，他们活不长不可藏。主播看比赛吗？主播肯定看比赛啊，主要我过两天要打韩服，韩服的节奏就是比赛节奏。我从不妥协。别他踩我键盘，哎呦！助手啊！来，怨他。这不直接怨 W 挂伤，大招加速，回头一个 QA， 他死掉。没事，游走于刀尖之上。
想干死我，干死不到的兄弟。看不下去要上来操作了，这么夸张？哎，我操！忘了爆 miss 了。有没有大呀？蛇女用大了没？如果他没大，我可以追死他。走位，哎 ，W Q A 触发相位，赶紧跑。相位这个东西反感是很厉害的。你像我这波没大招没闪现，我应该要被抓死，兄弟们。但触发个加速，他们追不到。不要妨碍我。公猫母猫嘛，那肯定是公猫呀。假装害怕，哎，好害怕，好害怕，哎，别追我，别追我了，我都跟你说了。闹够了没，豹女？无处可藏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不妥协，出手要快，下手要狠，深呼吸，头晕是正常的。豹女，键盘没摔掉吧？只有傻瓜才。看这波连招 W 闪 QRA， 最高级连招，没有再好的了。游走于刀尖之上，完了，又要裂了。W 近战 AQA 触发相位追过去 A 一刀，哎，永不石化夜刀神。哎，疯狂试探，W 一个大招近战 AQA 死了，我操，牛哥，我不吃牛肉啦。好牛，喜欢这样是吧，牛头。可恶啊，我的发，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我没大，他应该也没大吧？啊，但是他 CD 比我快，28，怎么来的？装备还有符文。我操，裸中亚的一个何文啊，裸中亚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他们
啊，没有机会了。哎，人群中杀了你，不慌的走位。兄弟，怎么还帮倒忙啊？出现应该吃完了，这不直接回家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哎，秒掉 ，A 一下一个点燃 ，A 一下双杀，打野都没助攻，真的假的？哎，还打吗？还敢打是吧？就 A 触发相位，赶紧加速跑掉，相位没好吗？走位，走一下。干嘛？你真想操作两把？那一直要碰我键盘干嘛？他们真要上来玩两把是吧？不是，我这难道玩的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说？后离线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走位，想要R我。Shut down。笨蛋。嘲讽神女，哎，下播一定，下播一定。我没有嘲讽人的习惯，主要是。A 一下 ，Q 一下，杀！哎，我塔呢？去中啊！脑子瓦特了，还在打字，来你吃！把我塔让了，兵也没吃到，还在打字。还死狙，叫人还打不过，叫人还打不过什么意思？速战速决吧！怎么回事啊？他单杀回去了吗？这鳄鱼？
差点被反杀了，他不过还是有点力气。塔还打？不是要打吗？怎么浪费我时间呢？怎么？不可藏，我从不妥协。他是只有傻瓜才会为软弱而信。不发个相位，追过去。W 接二段。就收下三杀，点燃加速 QA 收下四杀，思路要清晰。我们一个刺客要懂得如何收割，注意收割时机。能打龙吗？还有八秒，我们上单能来吗？现在格温在哪？不会 TP 在我前面吗？还真在。好，走位。哇，真在啊！乌鸦嘴。不是啊。问号，哎呀我操，我刚才都死了，那不还好没问号，不然死了又得被嘲讽。下播好吧，下播我第一时间反应过来，主播一直在想着怎么翻盘，我操。这波就去把他杀了吧。速战速决吧。他们活不长了。说话。OK OK， 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哎，真拿你们没办法。刚才说扣问号的，扣了兄弟们，没卡牌兄弟卡个牌子啊！开个宠粉模式，一毛卡牌子，抽杯奶茶。有个牌子，顺便还可以抽杯奶茶，拿我们的武功秘籍，大龙拿下。主打的就是宠粉啊。相位带的好，看到没有兄弟们，得到了 对手的一个夸赞啊！就符文带的好不好，对手跟你对线的人他最清楚。像我们这每一把什么阵容带什么符文我都写的非常详细，但我想要武功秘籍的可以加入有粉丝团。 Q A， 然后一个大刀加速，再一个平原，一个 W 收下人头。啊、根本他操作不了兄弟们，你这个相位带了直接对面疯狂夸好，从一开始的桀骜不驯兄弟们，现在已经在夸赞我们的一个打法了，你就知道走于刀尖之上，被打服只需要做几个步骤兄弟们，太 so easy 了。还抠吗？我操，我以为抠一次就得了。
海口是吧？行，那下一次啊。我的发，大伙有谷粮的可以送送免费的谷粮，免费谷粮送一下。但我说实话，他都已经打服了，我们还有必要问号吗，兄弟们？不要妨碍，伸手不想不打笑脸人呐，感觉。你们说呢？子女在等阿闪，咱不要着急，还有阿闪。哎，呵呵。秒人，快如闪电，撤退，优雅从容，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甚至他上之前我就说了，对不对？他在等我阿闪，所以他铁男在附近的时候他没打铁男，他想要卡视野。这我们也得想到，这不想不到的话我们就死了。无处可藏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22分钟。OK， 记录一下我们抖音记录。上播素材应该没问题。然后大伙想要同款打号的兄弟们，大伙也可以参与一下上电视，好吧？然后100个情书可以直接内幕打号一把，100个超粉扭蛋也可以啊。限时活动，下播之前还会有，下播之后就没了。就 A W 突然上位，点出塔加速自己一个大招加速往成一个 A Q， 走位一个 W， 点出 A 一下 ，A Q A W 一下。打团拉满了，秒掉神牛杀打残 AD， 追神牛头，极限了吗？Q 补一下，差不多了，撤。不要妨碍。真难啊！充能完毕。不想杀 AD 的，无处可藏。哎，真拿你没办法，那我就杀了呗。一波啊，别追了呀，明明能一波的铁男别跑啊，
干嘛呢？还想玩？哈哈。坏了，这些小子，我一句话没说，他们纯在吹牛逼，五个人、四个人在吹，把鳄鱼都扣起问号了，臭不要脸！塞纳、泽利、铁男全在吹牛逼，鳄鱼最后直接狗战人士一波，直接扣个问号。哦，不过也是啊，因为他对面上单说赢了再说，行不行？